好朋友，早安！今天是2022年4月19日，星期二。春天到了，花朵都渐渐开放了。前几天到台糖生态园区涌泉公园，看到有一区种满栀子花，现在已经陆续开花了。栀子花又名玉堂春，开花时散发出浓浓的香味。涌泉公园种满栀子花的区域在复兴东一街这一边。花朵洁白，好看又香，让人看了都精神舒畅。今天在乐业路一处刚建好的公寓住宅，发现前面花圃好像也种满了栀子花。用行色 APP 确认一下，竟然叫做狗牙花，也是白色花朵，香味比栀子花淡一些，也透出淡淡的清香。狗牙花目前也正要大量的开花，对花草有兴趣的好朋友，可以到 Play 商店搜寻行色，把它下载下来，碰到不认识的花草，对它照个相，就会将结果告诉我们，非常实用，好朋友也可以下载来使用。最后，祝好朋友心想事成，心花怒放，拜拜。